大家好，我叫尹明娟，这次录的游戏叫茶杯头，而这是初体验哦。这我可以保证，这不再是重录了，因为我已经检查好几遍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游戏吧。现在的话，这个画面都是英文的，我看不懂，咱就看这个画面就行了，字就不要看了。我想你们应该按暂停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这茶杯头好像这画面还挺好的，我不在意画质，但是这个。我不在意画质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很在意画质的，所以这个画面挺好看的 所以我看别人玩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呀，机制也是一样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受苦游戏，总感觉我离这种游这类别的游戏就越走越远了呢。这里的等待时间我将会切掉。你们几个熊孩子真的是闯大祸了。我知道你们不想为恶魔干事，但是要是你们拒绝的话，你们的下场惨得我不敢想。你们现在得一起合作了，快去把那些契约收来，顺便随时准备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对了，那些欠债的遇上你们可不会太客气了，我想他们也许会变成十足的野兽。带上这个药剂，你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会不会死了。它会提供难以置信的魔法力量。现在去我写字桌那使用神秘的墨水瓶吧。你得好好，你得，你得得，准备好饮血碎片呢、啊。唉，配音好累啊。现在我们开始教程。教程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躲避偶按下下键就躲避，跳跃是按下 Z 啊，Shift 是突进，跳起来突进，Alt 飞跃，按下这个，哎，这有点像横版游戏差不多了呀。射击，锁定，这不是说好锁定吗？哦，这样的呀。开玩笑呢，我锁定之后，锁定之后射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射不了啊，锁定，我这好像锁定不了的。为什么没声音啊？剪切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又开始休息了。哇哦，可以的。金币，What the fuck are you？先拿下这，走出这大门。好，我们又找到这里。哦，好像他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只要走出去就行了。What？现在我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呢？哦，应该在这里找到一个伙伴。朋友，看来你们也陷入麻烦了呀！我以前也是老是闯祸，到处跑，断是跳，断是啊，到处什么叫断处？哎呀，我的天！然而我现在就想四处逛逛，看个电影。不过我还是蛮愿意帮你们的。拿上这个，你获得了三枚金币，厉害啊！又见面了，什么鬼？你可以和附近的人也聊聊去，他们也许会愿意帮助你。我指的是那种不会打算杀了你的。哇，这好内涵啊！这什么意思嘛？普通？普通是啥意思？难度吗？难道我 A 卡 great 了 slam and then some. What? And begin. 啊！糟糕，我血，我血，我的血，我的血！哇操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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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 boss 吗？抹上油再去试试。Good day for a well battle.
It's on. 啊！哎呦喂！啊！又是残血了，擦！啊，错跟。这是恐怖游戏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操！跳！哎呀，你还是很垃圾的嘛！保持距离，这样就行了嘛？这很意思的。啊！擦雷，我按扫一次了嘛？其实，你看这很轻松嘛？这谈不上。哎 ，token， 还有烟雨，这么菜，烟雨，还有根，啊，跳屏了，操！等等，哎呦，再录就行，再录就行，啊，我在录视频，我在跳，刚才跳屏了，你感谢。Here we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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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这个 boss 你看，不多喷小怪而已啦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喷！我操！喷！我浪费了，浪费了。没事，我们再好好玩。啊！痛太有事了！哎呀！对。我操！喷！啊！我什么 ？Attacking！ 这啥？我有点太难了吧？哦，我操！又白大。白被打中一次，阿托肯，这场面胜了吧？这场面胜了。Good day for us. Well battle. And begin. What the fuck? What the? 啊 ，what the fuck 呀？啊！我的妈！哦 ，token！ 哦 ，token！ 啊！我的妈！啊！拜托，别这么酷了，怪的。Fucking alien！ 啊！你个笨蛋呢！Out！ 啊 ！Token！ 哦，我感觉我要赢了。不好 ！Out！ 菊花！我歪来歪去，倒是我歪来倒去，是因为我浑身都是红蓝棵树。我的 fuck！ This match will get red hot. You're up.Easy. Out. Call you again. 高撤点，对。疯狂扫射。Call you again. Out. 别。我哇！真服不了你吗？我不信呢！哇！后右跟，后右跟，哎呦！
them. You stupid. Hoyogen, Hoyogen, Hoyogen.Ow! So the fucker. Hurry! 死不死？你还死不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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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死不死？死不死？死不死？走位！走你妹的位！哇！Hurry! Ow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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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过了。Easy， 时间是1分13秒。哦，格挡，什么是格挡？我靠 ，B 减，哦，我这样还 B 减，好吧。你获得了根系三人组的灵魂契约，根系三人组灵魂契约，嗯，猪皮。猪皮，靠！跟踪导弹，射程加成，但是伤害又有裂解，不需要瞄准。推个瞄准区，散弹射射程较短，前提你能和目标一致。你冲射后不会让你相当于一个防御的绝招。啊，目前我就不需要买。拜拜，我不想买，我感觉我不需要。该死的，刚才配音的时候把喉咙给伤了。要是我能把钱存到银行里面，那我一定啊，那我肯定存的就像猴子一样的叔叔，猴子的叔叔一样啊，这是哪个逻辑？我也说不准，那里是不是恶魔掌管的？要是我事先把黄金分散到各处，他们绝对是找不到了。要是有什么茶杯找到了，一两个硬币什么的，就尽管拿走好了。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哼。嗯，我们现在要去床上，大概是吧。好像不能再跑了。我刚才点的，之前点的是普通，这次点的是两个吗？一个还行，问题不大。困难吗？困个屁吧！不玩了，玩玩玩！靠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不，躲远点，跳蹲，跳蹲，我错跟，后又跟。你还不死？跳！哎呦，可惜了！我操，我被包围了！后溜根！啊！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！后溜根！你还不死？啊！我赢了！我这么赢了？我还以为打两，还要打另一只的，结果就这么过了。啊！一分还不到了。一颗星，你看我吸减 ，why？ 我这样的操作还吸减？不过无所谓了。记得了，哇，记好了，只有普通模式下你才可以打。What？ 那我得再打一盘。我还要再打一次。哇，难怪点的那么简单。跳蹲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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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射哪一只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只管射前面的这个就行，控制好我们的位置，走好我们的位，吐，
走，吐，走，走位，走位是我们的走位。哎呀 ，easy， 这两只都可以。哎，怎么？还有根？糟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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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糕！哎呀，嗯，这怎么没遇到过？还有根？啊？这怎么打？你前面几？ April is surely brewing. It's on. It's over.我跳，我蹲，我蹲，我跳，我蹲，我蹲，我跳，我逃开，我逃开，我逃开！哎呦！啊！啊！逃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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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我得意过头了。我的位，我操！还有一个，我跳！哎呦，这个保持距离行，这个打不掉，只能跳，只能跳，只能这，只能这，只能这，只能啊啊！我在抓子。2000 years later. 我现在咋整啊？我一直在叫，啥事都不知道怎么弄。啊！哎呦，这个问题没看走得过来啊。哦，满满的恶意这个游戏，但是不停的喷。哎呦！哇，我弄过了。一样效果没有任何作用。啊！这个是啥？我操！哇！啊！啊！喂！哦，我懂了，擦。啊！哎呀，跳中！哎，开始，不要不用再吐金币啥的了。啊！我就知道这东西会中我。啊！多硬币。啊！哦，这硬币吐的真的有点奇胆。这是什么？跳，跳，跳！啊，这倒也行。啊！该是第三阶段了。哦，不要跳，硬币真的是有点狗。哎呀，怎么又被打了一次啊？开玩笑呢？牛？这有点简单。哎！哇，刚说完，我操！吐硬币，又吐硬币！哎呦，一宿！又是你，破牛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次注意看火就行了。哎！哎呦，怎么打败他嘛？这我看不懂。这是土硬币，不是？呜呜呜！呜！啊！操！啊！哎呀，浪费了一条血。什么火？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哇，三条命还好。
啊！什么？又是老虎！操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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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啊！怎么回事？哎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牛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啊！不可以有，不可以有，不可以有，不可以。啊！哎呀！又是这东西。啊！哎呦喂！啊！啊啊！啊啊啊！这怎么过？这还怎么过？说双香港脚，天哪！哇，又是虎！啊！啊！哎呀，过不了了，我放弃了。我操！我刚才一直盯在这个女仆在跳的那个画面。啊！有人像我一样一直在看背景吗？我擦，我怎么感觉像我一个人哦？去你妹的！感觉没希望了，这把。感觉没希望了，这把。哎呀，哎牛啊牛！啊！我跳起来干什么？跳，蹲，斩，我斩你！又是牛！啊！我糟糕！啊啊啊！我在干什么？刀哥，救命啊！我在干什么？我在玩些啥子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 nice 啊 ，nice 个屁呀、啊！哎呀，他居然合口了！哦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 ！Oh no！ You fucking kidding me！ Yes！ 哇哇 ！Yes！ 我操，终于死了！我还以为还要再等一次啊，多久？我操，差不多两分钟，厉害了，两颗星。B 减又是 B 减，敢不敢来个 A 呀、啊？敢不敢来个 S 啊？格挡是怎么格挡啊？格挡是煞鬼是吗？哦，这就所谓的。舒服吗？我操，又是像黑文黑暗之国一样的感觉。你获得了咕咕和呱呱的灵魂契约 ，nice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期这就当做一个结尾吧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，记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在评论区下方留下啊，就是留下你的看啊个什么呢？我想想啊。就是你想玩的话，你在评论区说一下。不，你想看，不是说你想玩。你想玩的话，随时都可以玩。如果你还想看下一期，点个赞，推荐。就是电脑端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投个硬币也可以。谢谢啊，那我们就下